福兴乡的汽车业者陈英聪长期热心公益关怀弱势，再来得到地方基层风草人物的表扬。陈英聪哦，本身嘛真够写书法哦，所以伫咧过年前，伊阁写春联要来义卖，一副是300元，到过年前呢，会甲义卖所得全部捐予宏远新埔村的运费儿童甲少年之家，予囡仔过好年。捌得到地方基层风草人物荣誉的福兴乡亲陈英聪，挥毫写春联，壁顶嘛挂满真济已经完成的春联，即个拢是准备要摕来义卖。陈英聪手写爱心卖春联的义卖活动，今年已经进入第三年，所得全数将会捐予宏远新埔村运费儿童家少年之家。第三年吼，第一年咱是做迄、那个。教务中心啊，第二年是做咱圣母圣心启智中心啊，今年吼、哦、想讲要加所义卖所得吼、哦，要捐予咱宏远新埔啊，迄、那个恩惠儿少之家吼、哦、啊，希望安尼今年安尼最少做啦，爱当甲因最少斗三工着啊，今年拍算是要预算目标是要200,000啊，所以讲定年头爱写700户啦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今年嘛特别。足感谢一寡亲朋好友，包括我的客户啦，包括十方功德行善团的在团员、哦、大家按热烈哦，甲我支持哦，甲我买一寡春联，甚至甲我倒卖啦，而且特别嘛要甲因感谢。每一百春联公益计小是300元，目标200,000。民众会当透过电话或者是 FB， 也是亲自来到现场领教。今年会当安尼，好这个恩惠啊。而少子家在囡仔会当安尼过节和过年啊，有新的衫裤啊，新的鞋啊，有安尼过年的感觉，希望会当甲因帮忙着。欢迎有爱心的朋友会当前往采购，除了会当做新年的布置以外，佫会当帮助弱势囡仔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。